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各位来。比赛开始了。1000米，尽管对起跑并不是那么的要求高，但是对于选手们来说，尤其现在的比赛特点，已经没有说太多为你慢慢滑，或者是等待时机，或者后发制人，这些影响力都非常微弱。全力以赴，敢于争先，就是现在比赛的王道。已经开始发力，等到决赛竞争就非常激烈了，选手们发力比前面要发早得多。还在继续竞争，还有从这个外道超越，超越的非常不错。前两位的竞争，韩雨桐和郭一涵相当激烈。看临近尾声啊，决胜圈，韩雨桐还在把持着领滑的位置。外道有超越的机会，但是已经快到终点了，竞争真激烈。韩雨桐、张楚桐、郭一涵，应该还是韩雨桐第一个冲过了终点。